我跟你讲哈，我认识呢一个艺人啊，他呢，他是很喜欢户外活动的，不过呢，他是见不了天日的，他一定要哈潜到海底的最深处。通常潜水的人呢都会哈黑黑的吗？可是他不是的哦，他白白的哦，而且他头发永远都是嗡蒸汽的哦。我哪里会黑？我哪里会黑？你说的没错，你哪里会黑？对呀、啊，我一直在想黑白黑白，不会吧？我自己肤色还挺黑的吗？这一集啊，我们的主题啊是这个冷气，不是冷气，是户外活动。整天在户外会中暑的，有没有？所以我们在想哈，其实有另外一种户外活动，就是不用晒到太阳，没有那么热的呀。你去那种阴森森的地方。为什么你好像讲到我们这个活动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不能见天日那种感觉？真的是没有见天日吗？如果你是 snorkeling 的话哦，还有光啊。不过你在下去的时候哦，就没有那么光了嘛，对不对？不过那种感觉很棒的嘞，因为潜水是一个很好陶冶性情的一个活动。iPhone 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看哦，让我知道一下啊？我潜下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先看海里面很帅的人？你看，这就是在水里面非常帅的我。真的是很帅了，而且我觉得哈，你应该永远留在水里面，不要出来，也不要出来吓人。这个人就是全一凤，你看到那个呆样吗？我跟你讲哈，全一凤啊，他自己本身哦，一直号称他是美人鱼嘛，可是他一下到水里面哦，他就开始神游，因为他突然间很怕那种感觉就来了，他很怕嘛，因为只听到呼吸声，旁边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抓嘛，所以他的整脸呆滞的样子。里面的生物真的挺美的，这个你是用什么机拍的？普通相机。其实如果你很喜欢潜水啦，我真的觉得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软件啊，让你看一看海底世界会是怎么样等等。那本地刚刚有的一个网站是 One Diver， 全部那些潜水的哈都会成为大家庭里头的一份子，看到没有？这些就是大家一起学啊，然后整队就一起出海啊，然后什么活动啊跟潜水有关啊这些。你懂不懂什么是叫做 Stand Up Paddle？ 哦，站起来就 Paddle 啦，人家坐在那边滑吗？你就站着滑吗？最近很流行啊，你不知道吗？哦，你不知道啊？哈，你不知道。你们竟然没有人跟他讲啊！我是知道的，我是看你知不知道啊。